สวัสดีค่ะ这里是泰国著名的旅游胜地芭提雅，月牙一样美丽的海湾，浓郁的热带风情，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构成了芭提雅独特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上百万的游客前来休闲度假。然而，每年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却并不仅仅为了享受这些，而是更喜欢另外一种特别的高强度的度假方式。他们是为了学习一种泰国独特的拳法泰拳而来。What country do you come from? England. Because his mum's half Thai, so he learned Thai boxing to keep with the culture. So it's, you know, it's half Thai culture to keep it with Thai boxing. 从香港来的，对，专门过来学习泰拳的吗？对对，是。提起泰拳，我们不禁想起近几年泰国拍摄的一系列动作电影《拳霸》，片中主人公运用肘和膝干净利落、一招制敌的功夫，让人们对这种独特的拳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拳！而我们眼前的擂台上正在教授的正是这种拳法。现实生活中的泰拳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拳术？来到这里，真的能学成电影中那样一招制敌的凌厉拳法吗？今年65岁的黄步忠是这家泰拳运动酒店的主人。他出生在上海，3岁时跟随父母来到泰国，不到10岁就开始练习泰拳。当他10几岁到香港读书的时候，泰拳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帮助。我第一天上学到这个饭堂去吃饭了，那么我买了饭就刚刚要坐下去吃饭，有人在我后面把这个桌子拉出来，我就跌下去了，什么东西都在我身上了。都那我一起来，我想来说是谁，他们都是学校最坏蛋的一班人了，他说是我，我就跑过去一下，只是一下而已，他就晕倒了，也是吓死了，我因为他晕倒了嘛。那么从那天之后，全学校每一个最麻烦的人都尊重我，都怕我，看都看不出怎么快就这一下就晕倒了。因为泰拳，黄步忠结交了很多朋友，受到人们的尊敬。他总觉得自己欠泰拳一份情，因此在做了10几年的服装生意后，他决定开始经营自己的泰拳馆。那个时候你可以看我儿子只不过小而已，那就是我，你看我那时候多年轻，我就带他们过去美国开拳馆了。又是10几年过去了，黄步忠成功地将自己的非泰泰拳馆开到了世界各地，让曾经帮助过他的泰拳去帮助更多的人。这个呢，来的时候很胖了，很胖，并且吸毒啊，这些毒。结果他到我们这边练了之后，去上去，这个是他上去擂台打了，结果打赢了。现在他吸毒什么都没有了。练泰拳是很辛苦很辛苦的，如果你可以练到成功的话，就表示你是有这个耐心的嘛。黄步忠告诉我们，学习泰拳并不难，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人只要练习短短几天就能够入门。他的基本招式非常简单，却又能够招招制敌，相当实用。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决定来验证一下。面对从没接触过任何一种拳法的编导，教练从最基本的动作开始教起。这看似简单的一套动作，其实已经包含了泰拳的要领，那就是利用相对比较坚硬的肘部和膝部来近身攻击敌人。短短20分钟之后，
编导已经能够粗略地掌握这套动作，看来几天入门并非传说。同时感觉到泰拳能够充分调动起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体力消耗相当大，练习泰拳既能瘦身又可防身，可谓一举两得。不过这只是针对业余爱好者的入门法，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拳师，又要经过怎样的历练呢？早晨六点，卡布朗开始了一天的工作。23岁的卡布朗是一名普通的职业泰拳师，他喜欢把训练和比赛称作是自己的工作，因为打比赛赢奖金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在我们看来已经是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对于卡布朗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身为一名职业拳师，坚硬无比的肘和膝是克敌制胜的基础，而这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能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燥练习。在泰国的乡村有很多这样的练习场，孩子们从小就开始练拳。这个小女孩今年只有8岁，她自己很喜欢泰拳，一年前就开始了练习。卡布朗也是差不多这么大的时候开始练习泰拳的，不过他打拳更多是为了经济上的原因。ที่แรกล่ะที่แรกครับมันก็เหมือนเด็กครับมันป.4มันชกครั้งแรกได้200 บาทดีใจมากแบบหาเงินได้แบบมันได้เร็ว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มันก็แบบได้เงินแบบมันง่ายแบบภูมิใจครับเป็นเด็กป.4ตัวเล็กเองตอนแรกก็ได้เงินแล้วอย่างเงี้ยก็มีเข้ามาวงในวงการมวยอย่างเงี้ยก็ชอบใจก็ชอบด้วย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然而靠打拳吃饭并不是那么容易，卡布朗每天除了要练习打拳之外，还要反复的练习挨打，因为站在擂台上难免要挨打，如果没有过硬的抗打击能力，又何谈击倒对方呢？炎热的中午是休息时间，卡布朗有时会和朋友一起骑上摩托车到几公里外的县城里逛逛。这个叫做曼蒙的县城属于泰国中部的春武里府，是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安静小镇，这里距离泰国的首都曼谷只有100多公里。卡布朗在这里生活和训练，既远离了都市的喧嚣，又方便随时到曼谷参加比赛。摩托车是卡布朗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每次来到镇上他都会到这个小小的书店看看有没有最新的摩托车杂志。现在卡布朗在曼谷每打一场比赛可以拿到几万泰铢的报酬，和人民币近1万元，比泰国普通白领一个月的收入还要高出几倍，这让他有能力发展自己的爱好。ชอบรถแต่งรถชอบรถเก่าๆครับคลาสสิกเก่าๆไปกับเพื่อนไปเที่ยวกับเพื่อนอย่างนี้ไปคาราวานครับมี3 คัน炎热的中午过后，卡布朗的训练还要继续进行。想要在擂台上战胜对手，得到更多的奖金，
灵活的应变能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泰拳比赛中，交手的两个人不仅体重要基本相当，参加过比赛的次数也要差不多。一个有名的拳手是绝不会与一个从未打过比赛的对手同台竞技的。卡布朗自从走上职业拳师的道路以来，已经打了大约260场比赛，其中大概有200场获得了胜利。他最为擅长的制胜招数又是什么呢？น่าจะเพื่อนต้องเต็มจังหวะกันแน่全场的计时板上提醒着卡布朗几天后在曼谷有一场比赛，这是几个月前就由经纪人确定好的。这次比赛的对手是在泰国小有名气的拳手贤猜，这将是一个怎样的对手？等待卡布朗的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在泰国曼谷，每天都有泰拳比赛，像卡布朗一样的注册职业拳师有几万名。在泰国有句俗语，十个男人九个打拳。走在泰国街头，也许某个从我们身边匆匆经过的行人就是泰拳高手。泰国人究竟为何如此喜欢泰拳呢？以前我们跟我们的边界了常常有倒分了，但是泰国每一趟都是靠我们的泰拳，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机关枪，没有飞机，都是靠手靠脚来打了，所以我们泰国的拳都每一次都打赢了，保护我们的土地了。所以泰拳在我们每一个泰国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值得纪念、值得去学习的武技了。猜。黄伯中的飞泰泰拳馆不光为业余爱好者提供学习的机会，也培养自己的拳师参加各种国际比赛。在席地而坐聆听黄伯中训话的拳师中，有一个年轻人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他的照片被醒目地挂在正对着拳台的墙上，而在记载着飞泰荣誉的照片墙上也有不少他的身影。这个年轻人是谁？他又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Sengai， 其实他不是我的拳师了，但是在泰国呢，你大概大到60公斤了，就他们都不喜欢看了啊，人家都不喜欢看，他就好像没有人用他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如果我拿来这里慢慢培养他，让他到外国打，不是在曼谷打了，应该是有前途了。要发干果然没有让黄伯中失望，他代表飞泰去国际上参加比赛，得到了不少拳王的称号。现在他是飞泰最厉害的拳师之一，一年的收入能有200多万泰铢，合人民币大约40-50万元。看着训练场上认真训练的耀萨干，我们不禁感到好奇，作为一个世界拳王，在训练之余他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午休时间，在征得耀萨干的同意后，我们来到了他的宿舍。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作为一个年收入200多万铢的世界拳王，耀萨干的生活条件竟然如此简单，只有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和一点最基本的家具，休息的时间也只是看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来打发时间。那边露台的莫西亚嘛，黄莫西亚他替他台龙龙博干他那个。
ขาให้ถ่ายว่าเออนี่เป็นแชมป์อะไรผมก็เขาให้ใส่ผ้าที่ผมเป็นแชมป์เขาก็มี WBC World Champion 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รับ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วก็ลุมพินีครับของลุมพินีก็อันนี้ภาพนี้เป็นภาพที่ต่อยชิงชนะเลิศที่ชิงชนะเลิศหรือคอนเทนเดอร์เอเชียที่สิงคโปร์ครับแล้วชุดตายหญิงมั้ยสุดท้ายชนะเขาไหมชนะตายหญิงละ事实上一旦选择了拳师这个职业，生活操行就必须要依循极为严谨的规律，每天接受系统的高强度的练习程序，这样才能保持体魄强健，反应敏捷，拳术水平才能不断提高。24岁的耀萨干准备在飞泰再多打几年拳，赚到更多的钱，然后去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健身俱乐部。黄步中帮助过很多拳师，帕林亚也是其中一个。如果不是黄步中告诉我们，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身手不凡的女孩，竟然就是泰国拳坛上第一个变性拳手帕林亚。她的故事曾被拍成一部叫做《美丽拳手》的电影，这让帕林亚一夜之间成了泰国家喻户晓的明星。今天黄步中找他过来，是因为有人想找帕林亚去打拳。包เรื่องฮ่องกงนะถ้าเขาให้แค่25,000ซื้อจะไปหรือเปล่า25,000ก็ประมาณ150,000จะไปมั้ยถ้าจะไปก็แน่นอนแต่คือต้องนั่นมั้ยต่อซ้อมอ่ะแต่เขาบอกต่อยกับคนฮ่องกงไม่ค่อยเก่งเอาเปล่าล่ะ150,000ถ้าเอาคือก็คุยวันที่เท่าไหร่นะคะผมจำไม่ได้คุณยังมีเวลาอีกเดือน2เดือนแต่นี่หนูก็ไหวซ้อมไหวนะโอเคแล้วถ้าเอาก็บอกเขาแล้วค่ะเดี๋ยวผมทอคุยกับแม่ปวดนี้มันจะอยู่เสียจะคุยเขาแล้วให้เขาฟังจนพูดด้วย由于泰拳的训练强度极大，加上一些在所难免的伤病，绝大多数的职业拳手到30岁左右就已经不再适合参加比赛了。像帕林亚这样能够成为明星的少之又少，而大多数的拳手退役后又将选择怎样的生活呢？在曼谷郊区还有一家属于飞泰泰拳俱乐部的练习馆，相对于巴迪亚来说，这里比较安静，没有那么多令人分心的娱乐活动，大家可以更加安心地练拳。金立汤6年前退役后，就在这间拳馆做起了教练，每天的工作就是教人打拳，陪人练拳。对于一个职业拳师来说，这也是退役后一个不错的选择。拳馆一天的训练结束后，金立堂开始教儿子阿东练拳。阿东今年8岁了，正在上2年级。除了下午放学后，阿东早晨5点就要起床，接受高强度的训练，每天如此，已经坚持了1年多。金立堂的父亲就是一位泰拳教练，他从7岁起开始跟随父亲学习泰拳，深知其中的艰辛，现在却为何又让自己的儿子受这份苦呢？อย่างน้อยนะครับเด็กขนาดนี้ฝึกไปเนี่ย1เขาโตขึ้นจะได้ป้องกันตัวได้2ก็คือไม่ต้องไปแบบที่ว่าออกไปเล่นแบบสิ่งที่ไม่ถูกต้องเดี๋ยวไปเจอพวกเพื่อนๆชักนำในสิ่งที่ไม่ดีนะครับบางทีโตขึ้นมาเป็นวัยรุ่นติดยาอย่างเงี้ยก็ไม่ดีก็คือการฝึกมวยเนี่ยเป็นการเล่นกีฬาไปด้วยในตัวแล้วฝึก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ตัวไปด้วยครับอาดง自己也很喜欢打拳，而且很有天赋和毅力，才只有8岁的他在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拳王梦想，
泰拳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拉彻丹拳场是泰国曼谷最古老的两家泰拳比赛场之一，它有着64年的历史，举办过13000多场泰拳比赛，见证着现代泰拳比赛的兴起和发展。今晚卡布朗的比赛就将在这里举行。一般这种泰拳比赛都会有10队左右的选手出场，卡布朗是今晚第7队中的蓝方，他与红方贤猜的对战将是今晚的重头戏。离比赛开始还有几个小时，很多泰国人已经聚集到了拳场周围，很多人拿着一张印有当晚比赛场次和选手情况的纸张仔细研究，这便是泰国人非常热衷的赌拳。而今晚卡布朗和贤猜的比赛谁会获胜，人们又更看好哪一方呢？ผู้ที่ทายผลมวยล่วงหน้านี่นักวิจารณ์เขาเห็นว่าแสนชัยจะชนะนะน่าจะเป็นภาพหลังนี่แหละบีไซด์的输赢直接关系着奖金的多少，而每场比赛的奖金高低又取决于当晚卖出入场券的多少。一般的泰拳比赛票价从200铢到2000铢不等，为赌拳而来的泰国人一般都会买200铢一张的票，而外国游客则更愿意花上2000铢，也就是大约400块人民币，坐在更靠近拳台的地方。傍晚时分，比赛准时开始了。直到此时，卡布朗才不慌不忙地来到赛场。一般来说，安排在前面比赛的都是一些没有什么名气的选手，卡布朗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用来准备。第一步，先要在拳头上缠上厚厚的胶布，用于防护。然后，全身要涂满一种特制的油，这样可以使身体看起来更具美感。在休息室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卡布朗今晚的对手贤猜。据说贤猜曾在泰国电视台的拳击节目中夺得过拳王称号，因此在泰国小有名气。虽然两人同属于127磅重量级，但这个肤色黝黑的小伙子看起来似乎更为健壮一些。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卡布朗能赢得今晚的比赛吗？为了防止舞弊，比赛所用的手套是由拳场统一提供的，而且拳手手上刚刚缠好用于防护的胶带，也必须要经过拳场工作人员的检验盖章后，才可以戴上手套。一切准备好之后，卡布朗和贤猜坐到了后场区。与贤猜相比，卡布朗看上去似乎有些紧张。马上轮到卡布朗和贤猜上场了，场上的气氛越来越热烈。10年前，卡布朗第一次在曼谷的擂台上比赛时，曾被观众狂热的呐喊声吓得紧张不已，输掉了比赛。今天的卡布朗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身经百战，他希望能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比赛开场前，选手们要按照传统行拜师礼，祈求师父和神灵能够保佑他们在比赛中取得胜利。在泰国传统乐器的伴奏声中，比赛正式开始了。对于卡布朗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几百场比赛中普通的一场，
无论结果如何，他的工作都要继续下去。对于观众们来说，这是无数场泰拳比赛中普通的一场，无论谁赢谁输，过程都是一样的精彩。泰拳在泰国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拳术，它凝聚着民族的历史，又是今天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它似乎已经融入到泰国人的血液当中，不可分割。